感的扶摇皮肤你见过吗？今天上线的扶摇飞仙皮肤，很多人都觉得有种仙女的感觉，可我看到的是异国的神话。进入游戏中，我看到了扶摇的动画，有名玩家进入山洞，看到了一道刺眼的金光，然后扶摇就踩着红金在半空中翱翔，这很帅吗？皮肤动画不都是这样吗？可是官方却为这次皮肤竟然推出了真人版的扶摇。开局四人在沙漠中奔跑，这时扶摇在山顶上观望着他们，然后一条红鲸飞过，把他们带入了山洞。紧接着好戏就上演了，你深入研究，你会发现此次皮肤采用了西域的主题：一、舞蹈动作；二、西域的音乐；就连皮肤的装饰品都展现了异国的韵味，尤其是这面纱，你爱了吗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两套皮肤：丝绸舞者和丝绸行者。啥也不说了，现在我就去抽了它。